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呢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咧，我谂喺全世界，包括呢个香港同埋台湾，甚至呢个大陆，最多人关注嘅就系会唔会有续集，即系话会唔会咧？俄羅斯的先例是有使到中國呢是建立心起，然後呢去攻打台灣。最近呢日本的一個通訊社就爆了一些料，他說呢如果不是烏克蘭那個戰士橫生枝節，中國最高領袖習近平呢本來就計劃今年秋天就對台灣動手，但因為現在有件這樣的事半途殺出呢個程咬金，俄國對烏克蘭戰事失利，於是咧就從頭部署。咁換言之咧，普京咧係間接咧係幫咗台灣一夜，擋咗一夜，或者叫烏克蘭幫台灣擋咗一夜。嗱呢件咁嘅秘聞啊，是否屬實咧？係嘛？呢個係另議啦。但係咧，你睇大陸嗰啲五毛啊、粉紅啊嗰啲咧。是呼喊咧，係中國要收武力收回台灣咧。確實喺烏克蘭戰爭之後咧，呢種呼聲，即係所謂民意咧，係有增無減嘅。嗱，其實咧喺一直以嚟咧，就算喺烏克蘭戰事之前咧，嗰啲小粉紅啊、五毛咧，都一度講緊咧係48到72小時咧，如果中國大陸發起呢個攻擊咧，台灣咧嘅防空或者係嗰個基建咧就會被摧毀，跟住咧就面臨一個登陸嘅戰爭，咁就好快用斬首嘅方式咧，就令到台灣當局咧就投降。嗱，依條橋咧，同埋普京真正嚇喺個幾月之前執行嘅烏克蘭戰爭係一模一樣嘅。當時亦都係靠咧一個特種嘅部隊啦，突入到去基輔以北嘅機場咧，希望長驅直入，入到基輔斬首，將阿澤連斯基擒獲，跟住咧就改朝換代。咁點知咧就事敗就。幾乎都入唔到啦，咁啊，直至到而家個戰爭咧，直接去到咧，佢都要喺幾乎一帶咧要撤軍，咁所以呢個研判啊，就令到咧所謂啊，即係傳聞裏邊中國嘅軍方咧就覺得用翻佢哋以前嗰個計劃咧，無阿普京通過陸路都做唔到，但要跨越180海里嘅台灣海峽咧，係更加不可能，所以而家咧就可能係將成個計劃咧係重新，我哋叫做 revise 啊。咁所以烏克蘭同台灣比較合論咧，就呢一個係一個幾熱門嘅話題。係啊係啊。咁我哋風雲谷咧一路都未講，咁而家開始，我覺得時機成熟。咁啊，台灣嘅前途同埋烏克蘭現時嘅戰局點樣比較咧？嗱，首先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台灣比烏克蘭受到攻擊啊。係嘛？嗰、那個優勢喺邊度？就係佢嗰個地理位置係四面環海，佢一個島，中間嘅海峽咧就甚為咧好深，同埋咧風高浪急。係呢、這個咧係烏克蘭咧係同呢個俄羅斯不幸咧係大陸啊係連接。咁呢個咧係台灣個優勢係比烏克蘭咧係好好多嘅。但係台灣個劣勢係乜嘢呢？在烏克蘭打了咁耐，正如咧早幾集咧，我喺度問點解烏克蘭國內嗰啲政黨同埋政府冇主和派嘅咧？呢、這個八年抗戰，呢、這個中國都有一個叫汪精衛，話喂最好咧係要保護嗰啲生靈物幸物受塗炭咧，就應該講和。嗱，烏克蘭到而家咧上下同仇敵忾，嗰種咧不分政黨嗰種必死之志咧係非常之強烈，但台灣唔係。台灣呢方面蝕底俾烏克蘭嘅咧，就係一個國民黨，裏面咧係有啲深藍，同埋咧呢啲馬英九，同埋咧大量嘅台灣嘅商人喺大陸開廠，中間咧再加埋嗰啲藝人啊，最諸如王安嗰啲咧，係主動一旦有戰事咧，係會爭住同台灣咧係做吳三桂嘅。嗱，呢個咧就係台灣國民黨內部同埋商界嘅大小吳三桂咧，係多如牛毛。就烏克蘭咧打咗個幾月咧就冇嘅。咁所以呢樣嘢係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誘惑嚟嘅。咁話普京打唔贏，冇內應啊嘛，係嘛？喂，我哋打得贏，我哋有內應，而且內應聲勢浩大啊嘛。係嘛？仲有嗰啲咧極端嗰啲。嗰啲咧，主統派啊，
統一啊嗰啲咁嘅咧，嗰啲組織政團啊，譬如揸住五星旗可以喺總統府門口遊行噶嘛，嗰啲係江湖勢力嚟噶嘛，係嘛？咁嗰啲喂，嗰啲我哋有佢冇啊嘛，係嘛？所以呢個咧又係變咗加咗分嗱，嗰、那個台海嘅形勢對於中國嗰度咧要打台灣與否咧係減分，但係台灣裏邊係有內好幾。強的內應勢力是加了分。Okay? 這個就是政治的層面啦，咁啊試下看軍事的層面啦，咁啊睇翻中國大陸那邊先啦。咁其實佢對上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就是所謂的情越戰或者叫中越戰爭。咁當時咧就係、是、通過咧陸戰，仲係咧一個純嘅陸戰啊，直情飛機都冇出咁樣咧去打咗一場。咁呢場戰爭咧，其實據後世嘅研究咧。是一場慘勝，亦都係咧動用咗一啲咧叫做即係好古舊嘅戰術啊，包括啊人海戰術啊，又或者純粹靠步兵血肉嘅長城啊，咁去打呢場戰爭。咁其實幾十年嚟咧，即係已經係冇進行過任何一場現代化嘅戰爭。咁又再數珠咧，其實歷史上咧登陸嘅作戰能夠成功嘅咧，其實即係都係來自咧西方嘅國家，包括嗱美國啊最出名嘅諾曼第啦。或者以前喺諾曼第之前嘅西西里同埋北非嘅登陸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當時嘅美國已經係世界上咧嘅軍事嘅強國咧，佢喺西西里同埋喺意大利應該係同埋咧北非嘅登陸咧，其實都險象橫生嘅，差啲甩碌噶啦，差啲俾德軍咧就趕翻落海嘅。咁你去到其實登陸作戰咧係一門咧跨兵種甚至咧，要個後勤方面咧係要好優勝嘅國家咧，先能夠做得到。所以純軍事咧，其實好多人分析咧，要跨越180公里海里嘅台海係冇可能嘅。嗱，呢個佢能夠登陸咧，已經係下一回嘅啦。嗯，能夠登陸咧，就係先要保證摧毀曬台灣島內嗰啲重大嘅戰略民生軍事措施，核電廠、供水嘅嗰啲水廠。系嘛？仲有咧，嗰啲系啦，飛機場、發電機就類似呢個咁嘅俄羅斯一輪轟炸或者發射導彈。OK， 嗱喺呢個過程裏面你要壓倒性摧毀曬台灣嘅民生基礎力量，全部盲曬，然後咧冇電冇通訊，然後再由島內嘅國民黨主和派舉白旗，又鬧蔡英文咁樣落去，我哋全島啊一鍋熟噶啦。係嘛？然後咧，閩南人或者中國人嘅民族 DNA 係貪生怕死，你唯有 bet on 呢樣嘢。比起烏克蘭嗰種寧死不屈咧，你個基因唔同。好啦，但係呢段過程裏邊，美國同埋呢個叫甚至北約嘅態度係點？嗯，佢會唔會咧係任由台灣咁樣發生？嗱，呢個環節咧就要同呢個烏克蘭比較啦。英國、北約甚至係美國。是可以透過波蘭和烏克蘭陸地接壤的地方呢是不斷運送物資。嗱咁你台海呢台灣四面環海既是它的優勢，但是一旦呢是中國軍事進攻的時候，美國和西方甚至日本怎樣啊去運送這個叫武器和運送物資呢，是吧？這個除了飛機呢是沒有陸路的吧，所以是它的優勢，亦都喺打仗嘅時候，呢、這個叫做嗰個後勤補給咧，亦係一個劣勢。嗰陣時候中國可以將成個台灣氹氹轉，係用幾千隻船、漁船咧，裏邊裝曬機關槍，邊隻外邊嘅船運乜嘢入嚟就全部開火。嗱咁樣咧，你遇到美國嘅炮艦或者日本嘅咩，就即刻會升級為已經唔係攻打日本啊！是即刻是爆发中国和其他外国势力的战争。不过呢如果吸收。这个就快过俄罗斯普京了。普京现在打来打去都是乌克兰。就是得把口啦，你不要埋你啊，不要帮他啊。但是呢就到而家为止呢都未曾正式升级。但是台湾打台湾好快就会变成对日和对美或者对其他国家的宣战。不过我又这样看，其实吸收返而家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战例呢，其实不需要北约或者英美呢直接参战。因為現代的戰爭是科技和信息戰，你發現即時消滅，亦都是靠一個叫做電子戰可以令到對方是盲了。所以我認為其實美國和其他日本、南韓的國家，他可能不會直接跟中國對抗，不過他提供的衛星或者是無人機或者是預警機的資料將會成為台灣的一個天眼，
而台灣的天眼如果打開了呢，咁其實呢中國大陸的海軍或者陸軍呢，佢根本上是係暴露曬出嚟嘅，所以呢一點咧，其實你喺烏克蘭嘅戰爭裏面睇得到咧，你即使你有幾多嘅軍隊、幾多嘅坦克車、幾多嘅船艦咧，如果你喺科技上邊或者資訊上邊咧，係唔能夠抗衡到英美為首嘅科技咧，其實呢場仗未打已經輸咗嘅。好啦，嗱，講到呢個環節咧，你講嘅係啱嘅，嗯，但係呢個環節講到軍事高科技裏邊好多係機密，係。到底中國到咗咩程度？而美國向台灣援助嘅嗰、那個，又係靠啲乜嘢嘅 level？ 呢、這個咧係長期嚟講係好敏感嘅軍事機密。嗯，同埋咧，你亦都不能夠咧去排除呢、這個咧台灣嘅國防部、台灣嘅軍事電子部隊裏邊有冇中國嘅間諜同卧底？又或者呢啲人是否全部忠心於蔡英文？係。呢啲咧叫電子信息戰嘅部門同埋軍事嘅部門裏邊，係嘛？中國長期有冇滲透，同埋喺緊要嘅關頭，佢哋是否能夠好似烏克蘭軍方咁，同西方美國北約大家嘅接收叫無縫合作自如？嗱、呢方面係未試過嘅，你知唔知啊？嗱，烏克蘭咧係咁多年咧係一早對於俄羅斯。見到佢吞併克里米亞，同埋喺烏東嗰度咧，打咗八年內戰嘛，去軍事援助嗰度嘅獨立勢力咧，咁烏克蘭聯邦政府同軍方喺呢方面其實有熱身嘅準備，但係台灣係完全冇。係，同埋我哋打睇咗咁耐，見唔到烏克蘭軍方同政府裏邊有太多俄羅斯嘅卧底，或者有冇報出嚟？但係咧，卧底同滲透咧喺呢一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侵略裏面咧，唔係主要的危害，是但係咧，台灣我唔敢講啦。哦，因為吸收翻國共內戰。你睇四十年代啦，呢啲係最弱嘅環節嚟嘅。台灣人喺呢方面嚟講，包括係國民黨咧，係長期係好天真嘅，係簡直係不設防嘅，係嘛？咁其他呢個裏面中間呢十幾廿年，呢、這個大陸有冇暴企咧？係嘛？暴成點咧？嗱，呢個同埋美國又知唔知咧？嗯，美國知幾多咧？咁如果報企嘅時候，邊個部門啊係爛爛地，邊個部門啊係唔掂嘅？咁美國點樣閃避咧？咁中間嘅時候啊，一旦閃避，又對成個作戰啊防衛台灣個過程啊係產生幾大嘅不便咧？嗱，呢啲咁嘅好細位嘅技術問題咧，都係會發生嘅。嗱，呢個而家係冇人知道。嗯，係啊，咁啊當然啦，仲有計埋就係成個地理啦。咁台灣嘅。中間是山脈啦，係咪？咁啊，外邊係個太平洋。好啦，嗱，咁講緊呢個過程咧，就不斷有導彈射埋嚟嘅。嗯，好啦，仲有咁，你呢個導彈咧，就係你台灣本身有幾大嘅攔截能力。嗯，如果攔截唔到 ，OK， 咁你喺台北同埋咧其他主要嘅城市，佢射翻三四十冚，係咪摧毀咗你嗰啲電力同埋呢啲咧能源同埋通訊。如果摧毀得快咧，咁你美國同埋盟國喺出邊咧，幫極就有限，係嘛？咁所以咧，攻打台灣而可以啊，喺嗰個過程裏邊取勝啊，對於中國嘅誘惑咧係唔細嘅。當然取勝之後就係好似你講啦，就叫登陸同佔領啦。嗱呢個咧係第三步啦，第一步就係籌備策劃，係嘛？同埋呢個叫好似電影咁叫前期製作、寫劇本同埋分組。揀演員，第二步咧就係、是、shooting， 就係正式拍。第三步就叫後期製作，後期製作咧就係派兵上佔領。這個咧係最困難噶啦，係嘛？因為咧台灣有成個島咧有七成嘅海岸線咧係不利於登陸嘅，嗯，因為懸崖峭壁啊，同埋冇呢個叫淺灘嘅，嗯，係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你登陸啊，你個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咧，如果你要用軍事控制咧，保守估計咧，你要咧空降翻，或者咧係用炮艇咧，係運翻至少二百萬解放軍上去啫。嗯，長期喎，仲要喂台灣好多山噶噃嚇，咁咧同埋個到咗呢個地步咧，主場之利咧就喺台灣平民嗰邊喎。好啦，呢個你仲要假設美國、日本、其他盟國未喐手啊，咁跟住係點咧？
係嘛？所以咧，叫做攻打台灣咧，係同攻打烏克蘭咧係有相似之處，亦有咧本質嘅唔同。嗯，好啦，我哋跟住翻嚟再講。自當全高遠，風雲高。